Hello， 时尚芭莎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付晶。其实是 Turbo 这个包包，对，因为它特别的迷你，打开的时候它其实我们女孩子生活当中要带的东西都能够装进去，而且它有几个 size， 它有小中大号，所以就很多时候女孩子如果要选择的话，它还有蛮多可以去选的，还有颜色不同。应该是它优雅自信大方的这种整体的感觉，代表着现在新时代女性的一个象征吧。就我还很欣赏那种家庭事业都能兼顾的井井有条的女性。对，帽子吧，用帽子很多，就有时候我身上会有一些什么猪的图案什么的，是因为我自己属猪，然后我也挺喜欢猪猪的。但是红袜子那件事情呢，其实因为今年本命年嘛，然后想着身上多沾点红，但是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用啊。但是我其实是为了保暖，因为我一到天冷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去露脚踝、露肚子什么的，因为我怕冷。等会儿，知道那个是啊，我死了。但是我反正就是，它的英文开头其实我觉得能够匹配得上就行了啊。我瘦了，猪猪，你也别再羡慕了。Turbo 的包都给你了，为什么还要当柠檬精？妈妈不允许。暗黑系列的吧，就是那种。就那种特工类的，我想演男主。其实我之前有在机场怼过粉丝，我说你是不是又长胖了？你是不是又长胖？但其实我一直把大家就是觉得有些比我小很多，我又把他们当妹妹粉啊、姐姐粉什么的。就是大家很多粉丝就是会说啊，我是妈妈粉什么，但我会把大家当妹妹或者是姐姐粉。就所以你们胖不胖都无所谓，反正也是你们胖，也不是我胖，对吧？我总共报了三个项目，但是因为现在在剧组拍戏嘛，所以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练习，但是工作之余我还是会去抽空去练一练。乃金就是我不可以，然后那个不可以。